Hello， 我是波利哥，今天要分享的是要怎么训练你们的弹跳力，然后还有旋转的稳定性。也会有一个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就是你会跳但你不会转，或者你会转但你跳不高。所以这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些辅助性的动作，辅助性的运动。这些运动不用做多，但你一天大概就一个运动做十次，做十次，然后保持每一天都在做。如果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希望你帮我订阅，然后跟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给他们知道如何练习你们的弹跳力和你们的旋转性的动作。谢谢你们。